哦，一个砍五格嘛，一个砍要打五格才能走，砍的很久，怎么是大四啊？四啊，四个，后排要被秒杀，他要走野史。我来吧，来，扔石头留住。为什么我一直就是想让这个纳尔这把我哥可以直接帮忙处理三人，他这样打团的话，这里直接反撞，然后泽利进场输出，但是被锤粉，谁被锤粉了？那个露露被锤粉了，纳尔一个拍拍的很好，奥普直接被阿离切到，终于站出来了。这个狐狸射了这么多头，那我觉得主要还是纳尔拍的好，不一定好用。大腿打三人就没威了，蛮怕三人的是啊，又团腿又没威啊。这边三人不要选九宝正面选择对错，队友也来了，是杰克拉开始弹射，杰克拉能弹到后排吗？这波没弹到，露露飞了，马克这个位置推过去，没死过，左手杰克拉没了，倒了，但是一踩三六九，泽利也倒了，进了，这一波打穿了，再一个 W 能不能拍出来威沃的？丢个石头，我操威严站出来了。这个怪推，正好露露被拍飞了，没人保了，好不好？这一下露露被锤走了。妹其实打他，你把他打死了，团战滔波也不太可能输了。三六九这个位置是有大的，选择反开，开下去之后岩圈拍马赶到，超前爆闪交出来，后部这边在打伤害，小天仙剑在前面，麦克这边推四个，推四个，后部这边交出精华要被硬伤害刮死了，精华丸还是被魅惑到，那正面的团战应该是滔波一边倒的要取得胜利了，在一块巨石捡出他的牙膏。后面的人还好是有一塔的庇护啊，但是我大龙能不能拿到？这个就是纳尔呀，只要推四个，奈德直接从侧翼杀过来，狐狸也是切死了后部，后部是没有这波的闪现的。这波纳尔把技能基本吃的差不多了，那这一波打完之后，那拿下大龙，其实京东就很难玩了。